那个听肚子有没有虫？那个洞洞洞洞，在我们家。你看里面有没有？没有。有啊。我们也有很多啊。咦。阿飞一车，阿飞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积木的车子的盖子、啊。阿飞，你那在哪里啊？阿飞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你要找一下。阿飞，你看。车车，遥控车。阿飞，我遇的是哦，就是那个积木车，很大台。哇。哦，我先的，啊，你们可以一起玩吗？啊？可以玩了。啊，那个是帽子啊、哦。那是谁？我一起来。打棒球都在这边。怎么又有一颗球球啊？怎么又有一颗球球？哇，又有一颗球球啊！啊？好，我们来丢小乖。哦，这样空呜呜、哦，小乖空呜、哦，用这个呜、哦，你哦，你要轻轻的哦，这是在玩哦。这摩托车没有收好哎，等一下被压扁了。你抓到我了，怎么办？你抓到我了，啊，我抓到小鸟了，啊，我又抓到一只小鸟了，又抓到一个肚子了。嗯。我又抓到一个屁股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肉干耶，这是阿金家里做的肉干耶。哇，怎么这个吃鸡喝醉酒啊？他怎么这样开车啊？打到你了！哇，你在抓蝴蝶啊？打到你了！这样是抓蝴蝶吗？还是抓小乖？